很适合，看他摸得过去。其实当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开这首歌，很多最近就是开完就觉得后悔，因为开完之后感冒那么长啊，开完之后就后悔，在后悔。对，我一直在后悔中度过，很奇怪，人生不能不应该是这样子。没错，这就是人生。We'll be right back.